今天西安下雪了，起来有点晚，现在出发了。稍微等一下，我正在往出走。哎，好，正门口啊。你好，9775。兄弟们，爆单了！前边靠边。嗯，还在前面。就到这儿。就到这儿。跑到了曲江，这会儿上个厕所，准备去吃个饭。这有一家老白家面馆，挺出名的。味道真可以啊。出发了，到达目的地，请提醒乘客带好手机。这个定位严重有问题，我现在在龙首村了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这个定位有问题呢，我现在还在龙首村。你这一单我看在钟楼呢，你这边要不取消一下，重新下单吧。啊，好。好，慢点。好。师傅你好，我是滴滴安全专家赵立东。儿子，爸爸回来了。没买啥。晚上吃啥饭？还没做。烩菜。烩菜。弄好了，一会儿一吃。就两块角先。你抄了没有？抄了呀，你不你看吧。这本子上。嗯。你看你儿子记着作业。咋了？好多字都不会写，拿拼音写，然后拼音都写错了。什么看图写画？看图写画。看什么图片呀？你没写吗？没写清，看哪一篇图片嘛？看图写画。错了，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吃不完，明天还可以吃。烩菜做好了，赶紧吃，快来吃饭，春霞。拿勺子吃嘛，拿手捏着吃。嗯，这还是过年的时候我爸炸的丸子，都快吃半个月了。过年时候炸的多吗？这个油炸豆腐。妈。嗯。你看，给你的红包。你做红包干嘛？嗯。为啥要给你妈妈红包？她不是没有零花钱吗？今天劳动课，老师请那个劳动老师本来让我们出去堆一个那个冰墩墩。啊。你说我们能堆吗？对了没？然后早上的那些大哥哥体育课，他们拉雪踢走了，所以我们就没份玩了。啊。那就没堆。对。今天咱俩咋样？人多不多？
今天爆单了，下雪了吗？坐车人特别多，一单接一单。我就想着下雪应该人多。嗯。刚好今天周五。啊。那雪天路滑，开车要小心一点。今天开车路上碰见两三起撞车。今天一大早群里面，司机把一个人给撞了。啊，那严重不？不太严重，骑自行车的。那给人家赔了没？还是？肯定赔钱嘛。啊？肯定得赔钱呀。那今天就等于白跑一样。那肯定。